博士吗？然后叫谜题，就是每天梦到我特别这个梦，就把谜题扔出去。你不是喜欢空间宽敞吗？这个是它里面还有。对，18。18。不是，这是历史，嘛是贵啊，可能贵啊万啊。对。要跟你买套餐的。啊，不能单点吗？不能单点。他说你要买，先买一个套餐，你可以慢慢用。先单点之后。哦，可以套餐，然后再一年慢慢累这样。他说我们你可以买个十套啊，然后我们每个月来一次啊就好了。买个，啊，这样就会比较便宜啊。你说你再除以十，好几万啊。就一次就是要先给你个几十万这样。